第六集的《你是福建人》，国大毕业来做殡葬业，可以帮助人民有满足感。我是小官，常常爱彩碗、十二碗、三星。了解了福建人的葬礼习俗，要带大家走入坟墓。对，去了解百外年前福建人有名的福建人。也坟墓偌大，葬在这里的是本地福建富商王三龙。你是福建人，现可在 MUTV GO 和503随选频道收看。